看的雅的熟的，还有就是提起绝招力，提起绝招来，提起绝招来。富贵一点就是要太子的位置，就是那个心气呀、啊，心气有些低迷，你的红尘是来自于心气低迷。那不是平凡，平凡是这个世界富贵不淫，就是说，不管是名利情多么高贵高那些东西啊，跟普通的就是乞丐皇位一别一个无所谓，就真的那种心很平凡，平凡心平常心啊。这个以前是我被人打气啊，然后打气的时候，我看到很多人骂我，然后就是前面在心里，现在看到已经没看到了，但是就是觉得那个没有欢喜，但是听到他说的没有痛苦，反正就是这样。不着相，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权势、地位、名利，还有风光、神通。这些东西还是闪闪发光的在那儿呢，然后剩下就是我们如此的平庸平凡，在这儿就是没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。虽然我们就是不贪恋那些的了，因为我们在修行嘛啊，我们屏蔽了。当那些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看？你是否定他，还是抛弃他？准备名利情放在你面前，你准备否定他、抛弃他，还是觉得他好或者不，还是唾弃他，是吧？当有一个女的坐在这儿，穿着一身名牌，带着珠光宝气，然后呢，还璎珞艳身，都穿着一身这个世界最名贵的衣服，然后开着最宝马奔驰，然后坐在这儿说：“看我多富有。”然后你会不会，会不会这样子？你们会怎么说？有的人说：“哎呀，挺好的，你衣服也挺好，戒指也挺好，你项链也挺好，你发饰也挺好。哎呀，那个名牌也挺好，好贵呀、啊，几百万，其实。”你们会怎么看？假如啊，今天坐在这儿，我坐在这儿，一身名牌啊，除了这，我不是个老师。假如不是老师坐在这儿，有的人可能说，说，哎呀，羡慕我也有一天那样。有的人说，那个名牌那么贵，我还提着20万的包包。你捐给老，捐给那些慈善机构不行吗？你捐给稻草不行吗？你捐给寺院不行吗？你捐给那个希望小学不行吗？啊，这是一些做爱做慈善的，还有一些师兄们说，真的是啊，那些钱，那么多钱啊，跟我你看拿来修行，不用上班了，我放在银行了，我就够修行了，因为我修行拮据嘛，现在我想全力修行，还得挣钱养家。你看他一个包包20万，我全家后过好几年的，这种心态是吧？有几个人能随喜的？觉得好漂亮。有没有这样想的？要么羡慕，羡慕后边，当然我们在家的，我们都学佛了，不会羡慕妒忌恨的啊，只是羡慕，是吧？然后剩下的就是觉慈善机构，就因为没有一个人坐在这说是，啊，好漂亮啊，过去，挺好看的，过去了，因为这名牌设计师嘛，他的面料或者那个设计师都是一流的，肯定也设计的不错嘛，是吧？明白有明白的角度呢，是吧？你不能欣赏欣赏，你怎么只想到钱了呢，是吧？如果你坐在那儿只是说，我告诉你啊，大家如果说，哎呀，捐到慈善机构，哎呀，你怎么把那么多钱揣身上了？你俗不俗啊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有这种想法的人最俗。我现在说可能得罪一大片，对不起啊，你们不熟，我熟，说这种话的人最熟了，很抱歉，是我们的想法。我指的是起心动念那一刻想啥呢？因为你不平等了啊，因为你如果在正在修无分别境界的时候，如果他穿着一身名牌，穿着开着奔驰宝马过来了，他在那炫富啊，炫富啊，他在这炫耀富。你还没看出熟来的人，你肯定住在无分别境界。你最起码那一刻在修行，你的眼睛看过去，他在学富，哎呀，你真的富有。他在说，哎呀，好看不好？戒指，你看鹅蛋大的钻石，钻石有没有鹅蛋大？说没有啊。你就说，哎呀，好漂亮啊，闪闪发光啊。哎，你看看你的内心，你对这些东西跟你看这个杯子是一样的。你说这个杯子好漂亮，看那个大钻戒也是。跟看见这个杯子时，你的眼睛是一样的，你的心是一样的。你看到这个杯子，不会想到把它捐到慈善机构吧？这为啥不那个杯子不放给慈善机构，给小朋友吃饭呢？等等，你不会这样想，因为你想到了钱，
你在对比，知道吧？你为什么每年你也都这样想呢？是不是？好、哦，他炫富关你什么事，知道吧？人家爱不爱就把全家全部家当穿在身上又怎么样，是吧？啊，他说我拼命的赚钱，赚了几个亿，我全穿在身上了，是吧？你爱穿就穿在身上嘛。要是我坐在这儿，小心出门有贼盯上啊，是吧？啊，你那一身家当，你看一个亿穿在身上了，是吧？出门可是有强盗的啊，你别以为我们道场是吧？六道众生也是看，有时候看见了是吧？是吧？没看见还行，都是善男善女的，看见了就变强盗的、哦，你注意点。借力忘义啊，借到了他就起贪心了嘛。啊，没准打个电话，我说啊，我们有个师兄全身穿了一个亿，给谁谁谁打电话说路上截住他的车，都有可能啊，真的是可能哦，诸位，是吧？但是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，我就是说，当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跟你看到这个东西，看到一个女孩子拿着菜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一模一样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过了这一关了。你不再起心动念，是吧？每个人的选择，他爱捐款不捐款，他爱慈善不慈善，他是自私还是自我呢？那是他的事，是吧？人家怎么花，那是他的事，是吧？我没有理由去说这些。重点是那一刻你的起心动念。如果我们在算这些账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其实你是不平等的，你是不平等，你其实是在这个金钱这块没过关，那我们的气会很低迷，知道吧？嗯，金钱名利一样的。